你没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斧头帮大哥？再狠一点，大哥！凶一点，大哥！哎呦你妈！又给这吃啥呢？给我整一口吧！哎呦你妈！又给这吃啥呢？给我整一口吧！哎呦你妈！这味道直逼我的天灵盖。Hello、谁？谁呀、啊？这么有缘啊！无良的狗贩子，当初我买它的时候说长大了能飞，现在都长这么大了，一日三餐还得我伺候着，飞个屁呀、啊、飞！这耳朵就是俩累赘，把脸转过来，你是不是怕我？你这个缩头乌龟，倒不是怕你，我是怕看到你笑场。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种姓哈的狗，独自在家的时候都在干什么？你看这个睡姿，别具一格。哎呀，与众不同，这样睡觉脑袋不栽得慌吗？妈呀，没睡呀、啊？牙打喷嚏了，牙 double Q， 牙 triple Q， 兄弟你是不是不行了？有什么后事要交代的？你快说，我听着呢。以前我们家狗出去啊，总是被其他狗欺负，原因是它长得太可爱了，没有威慑力。凭借我精湛的化妆术，给它精心的这么一打扮，我就不相信笑不死它们。雕虫小技竟敢班门弄斧，大威天龙，大威天龙，大罗法咒，大罗法咒，火惹中国，火惹中国，火惹八大红。干啥呀大哥？没事，我溜子。钱我递完了。哎，有一件。露露呀。一会儿。别跑了宝贝，别跑了，别跑了，我先和你聊个天而已，别跑了，等会儿。你至于吗？咋看都不对劲儿啊，都觉得呀，看了半个多小时啊，都看蒙圈了，脑袋上全是问号啊，这难道说我经常偷吃鸡，我和哪个公鸡有一腿？你别笑，这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呢。哎呦我的妈！